我现在在北京新发地市场，随着春节的临近呢，新发地市场也迎来了采购的最高峰。我们在现场看到各种的车辆啊，在市场已经排起了队，市场呢也增加了疏导的人员。现在呢是蔬菜交易区，我们看见呢各个商户的交易都非常的繁忙。这几天我们这个豆角啊，超市什么都在备货，销量呢逐步的在增加，量也挺大，比平时增加20%。今天的蔬菜的上市量是2.58万吨，家庭冰箱是在3.8元每公斤，所以是这两天的供应量一直比较充足，而且我们在这期间呢，就提前的跟这个我们的商户做好工作，让他们呢在这节前多一些的从产地把蔬菜运到新发地来。现在您也看到每天的上市量基本都在这2.5万吨左右。这个春节了，在春节期间基本上我们现在有2000名左右的客户留守在这个新发地，来保证节假日期间的一个供应。节假日期间供应也是没有问题，比较充足的，为了让他们安心在这里能过一好年，我们大年三十准备了10吨饺子在市场内，从中午到晚上不停息的在给大家免费煮饺子发给大家，来让他们在新发地市场内过一个和谐的春节。知道视频，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。